警告：行星发动机组故障，数量121座，数据修正1112座，数据修正3319座，数据修正。比赛开始，系啊，我哋嘅比赛开始。越不得入皇城唱戏。就是。我他妈咽不下这口气。中国呀，第一部科幻电影获得了47亿的票房。那么高科技推动了电影产业的发展，我想第二部、第三部会源源不断的出现。祝贺这部影片获奖！感谢中美电影节，感谢刘伟强、陈国辉导演，感谢所有演职员工，特别感谢于东先生。祝愿于东先生，这个在于东先生的引领下。让中国主旋律电影再见辉煌，谢谢大家。感谢中美电影节各位评审以及今天各位嘉宾对《扫毒二：天地对决》的支持和肯定。很开心能够代表各位台前幕后的主创站在这里领奖。希望中美电影节越办越好，谢谢。感谢中美电影节，感谢苏主席和夫人，感谢各位评委。我是在中影公司领《流浪地球》这个片子的。这个片子之所以获奖，不但它用了高科技，同时得到了高票房。所以中影这个也感谢这个中美电影节能在这样一个平台给它向世界推送，展示它的成果。谢谢。感谢中美电影节对电影《扫毒二：天地对决》的支持，然后也祝中美电影节在接下来的这个活动中越办越好。谢谢。祝福中美电影节越办越好。中美电影节是这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桥头堡，中美电影节搭建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谊的桥梁，希望这座彩虹之桥越来越绚丽多彩。